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在西藏开皮鞋厂的厂长。在西藏，很多藏民不知道怎样利用牦牛的牛皮，于是我便在这里开设了皮鞋厂，既能低价收购原料，又能让更多的人穿到真皮。但苦于没有销售渠道，好产品却卖不出去，于是我时常在网上卖货，全部以出厂价让利给大家。这双鞋采用100%头层牛皮制作，牦牛的牛皮韧而不硬的特性令鞋子耐磨耐刮，同时穿起来也非常舒适。鞋面采用特殊工艺，防水防污，鞋底采用橡胶大底，上山下河上工地都很合适，鞋型百搭，无论是搭配牛仔裤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。现在下单不喜欢随便退，不是真皮随便退，往返运费我来承担。喜欢的朋友赶紧点击头像或者视频下方链接抢购吧。